行程，那就上课吧。谢谢校长。东两组可以起飞，四川8633。今天手气不错，一定要牢记，当你认为没有错误的时候，错就一定会来找你。下8400我要返航了，现在风挡位。四川航空3U8633请立刻启动三级应急响应，开通应急频率，持续呼叫8633。公安、医护、消防、安保人员保持关注，加强守备，最低安全高度由7000米。离8633最近的机场是成都。我们需要你们的信任，这也是我们这些人为什么在这架飞机上的意义，需要你们给我们信心，请相信我们的机长。说今天骂你不代表我，119名乘客。